超级雷电发威吧。你们知道雷电长什么样子吗？我知道，雷电就是矿云层相撞产生的东西，我们车之间相撞不也会撞到冒火星吗？不对，雷电是老天大发雷霆发出的呵斥声，他想吓唬做坏事的人。这两种说法都不对，天上的神仙打架就会产生雷电。雷电就是神仙使用长矛使轰隆隆逛长矛击到盾牌上发出的声音。什么嘛，胡说八道。谁胡说八道了？我说的是对的。对什么对呀？你又没有在近处见到过雷电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就去离雷电近的地方看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就来判断一下谁对谁错。你是说从近处看雷电怎么看？我们去银河树山坡，那里是我们小镇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在那儿就能看到。好，差不多到了，加油。我太冷了，雨也下得这么大，其实我也很冷。要不我们先进去等着雷电好不好？好的。这里又冷又烫，再等一会儿吧，雨越下越大，应该很快就有雷电了。吓死我了。神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，伙伴们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我其实很害怕。我也怕，我不出去。什么嘛，我们来都来了。那好，我自己先去看看，你们俩在这儿等着。真不明白有什么好怕的。别急，我们马上过来帮你。海莉，你带陆迪去安全地带等一下。好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好。陆迪，快走吧。Holy， 雷电太强了，很难接近洞穴。看起来我得去山顶上把雷电吸引到我身上才可以。你们趁机把孩子们救出来。吸引雷电？难道你打算启用防御保护装置吗？那可不行，不知道防御保护装置可以坚持多久，但目前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没有时间犹豫了，得赶紧行动。朋友们请相信我。知道了，小心点。 Polly， 防御保护装置启用。好，都交给我，来吧。雷电正在向玻璃聚集。快走吧，安巴。我好怕。我也怕。孩子们，我们来了，别担心，稍等一下。很危险，进去别站在洞口。好的。快点，防御保护系统快支撑不下去了。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快出来，孩子们。好的。妈妈呀，跟我来。Holy， 我们都很安全。知道了。
天才来接我们吧。知道了，那一会儿见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再见，斯库比。好，让我们现在开始森林旅行吧。好。树林的路不好走，还有凶恶的动物，也会有带毒的昆虫哦，要注意哦。好。姐姐，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要在沿途做一下记号，这样一来，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。哇，真厉害！哼，这只不过是救援队员的常识罢了。哦哈，安迪，你很懂吗？这没什么。哦。哦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蕨菜吗？蕨菜，叶子卷卷的，样子很可爱吧？这种植物在恐龙之前就有了。恐龙？啊，真是太神奇了！神奇吧，安迪？也就那么回事。好，那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呢？凤蝶。凤蝶？等等我。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？我们先去那里躲躲雨怎么样？好。这雨看来暂时不会停了，这样下去水涨上来就会把桥淹没了的。我看最好还是呼叫一下救援队吧。出故障了，姐姐，是不是刚才过河的时候摔坏的呀？啊，不是，别担心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吧，等雨停了再走。好。怎么突然下起阵雨了？小娟和孩子们没事吧？我觉得最好跟小娟联系一下吧。我呼叫一下她吧。小娟，哦，小娟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小娟，没有应答。是不是小娟他们出什么事了？对呀，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联系不上了呢？感觉不妙啊，我们马上去树林里看看。知道了。小娟经过的地方肯定会留下记号的。找到了，在这边。好，走。这边。这附近就找不到记号了。哪里传来的声音？好像是从河对岸传来的。走吧。来了，我们在这儿。小娟，看吧，
放心吧，把琪琪的货物装完，我就给你装。谢谢，辛苦你了。哦。对了，马林，听说你这次要出趟远门。嗯，天气不好，所以我有点担心。是啊，这天气可不要变得更坏了。海上的天气原本就变幻无常。好了，琪琪，谢谢了。现在该给马林装载货物了。装好了，马林。谢谢你，雷迪。那我出发了，下次再见。再见，马林。成功了，现在正式进入探险模式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憋死我了！谁在那里啊？马林哥哥，是我，陆迪。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要环海旅行，就偷偷跟着哥哥来了，能和你一起去吗？这可不行，我的甲板没有那么安全。拜托，就带上我一起去吧，我穿着救生衣呢。那也不行，我们必须马上回去。扶好了。哥哥，求你了。怎么突然下雨了呢？马林没事吧？马林前往的那个方向应该没事，只有我们小镇这边下雨。哦，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是我，马林。马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遇到点问题，正返回港口呢，但是风浪太大了，现在不能回来，天气十分恶劣，马林，你很难靠岸的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陆迪现在在我的甲板上呢。说什么？风浪越来越大了，靠我自己恐怕很难回去了。马林，不要担心，我们马上出动去救你。嗯，哥哥，我害怕。再坚持一会儿，快到了。小心，陆迪。哥哥，陆迪，救救我。能行吗？没问题，我来寻找马林，你们跟着我就行。好，大家出发。马林，玻璃，马林，杜迪呢？海浪盖过来，把他卷到西边去了。什么？罗伊、安巴，我和海莉去找陆迪，你们在这里帮助马林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呢。怎么办？得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。对了，遇到危险时可以吹哨子。凯莉，情况怎么样？雾太大，看不清楚。稍等，这声音是？是哨子的声音。我沿着声音的方向去找找。帮帮我！找到了 ，Polly， 跟我来。Polly， 凯莉哥哥。海莉，快点儿！现在安全了，陆迪，得救了。好了，波利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港口吧。不过马林哥哥呢？马林没事。
那太好了。不起的食物真好笑，下次又会出现什么食物呢？我真的好期待哦！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哦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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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不起的食物真好笑，下次又会出现什么食物呢？真的好期待哦！啦啦啦啦啦啦，好期待！什么？没有包裹？好奇怪，我明明带来了。该不会是失物掉在哪里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可是绝对不会失物的。那我的包裹去哪儿了呢？这个怎么办呢？要是今天拿不到设计图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继续施工了。难道等我一下啊。去哪儿了？我来救你。不可以，别过来。波斯提，对不起。笨蛋，叫你别过来的，我们俩都被卡住了，可怎么办啊？海莉，你先去现场查看一下状况。好的。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找到了！还好吗？波斯提，死不起！海莉，别担心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罗伊，我沿着悬崖下去，然后你把挂钩放下来。好的。啊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救命！罗伊，把挂钩放下来。哦，好的。好了，罗伊，拉上去，快！
救了。哇，谁的球啊？这么脏。还是我的球好。哦哦，是邓普和波克。麦克斯都去干嘛啊？麦克斯，布鲁诺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球跑掉了，我们要去捡球。球？谁的球啊？这个，对不起，布鲁诺，是你的。什么？我的黄金超级球？不要啊！黄金超级球！布鲁诺，快回来！布鲁诺。站住！怎么办啊？我的球！我才刚玩了一次而已啊！布鲁诺，真的对不起。球丢了，都怪你们陪我球。我有个好主意啊！什么主意啊？那个球是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你听我说。这条小溪通往枫糖大桥那边，我知道一条近路，我们先到那个地方等着，等球飘来了再捡起来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快走吧。哪有球飘来啊？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你们看，球飘过来了。在哪儿？我的球。拿到了。不要啊，我的球。谢谢你，波克。是了，伯克会有危险的。我们现在还是马上报警吧。朝吊桥那边飘去了，你先过去找到他的位置，一定要在他飘到海里之前找到他。好的。先到对面去，拉住波克，我和安巴在这边接应。好的。波克，别害怕，波克，波利，快点儿，马上就到。严，动手！哎。罗伊，为了防止他飘走，你把他拉过去。好的。
克！董宪再也没联系我，他们该着急坏了吧？这些猫捣鬼！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是波斯提，快帮我！波斯提，波斯提，百丽！哦，怎么回事？苏安邮件回去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小乔不见了。现在过河太危险了，去附近山中小屋躲避一下，等暴风刮过后再来吧。哦。波斯提，怎么回事？我再也走不动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进去，这样下去会被大风卷走的。可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快没电了。波斯提，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个应急充电器来。你等着我，波斯提，我去去就来。嘿，海丽，海丽，拜托赶紧回个信儿啊！小娟，还是没有海丽的消息吗？没有 ，Polly， 还是没有联系上她。风势变得越来越强了，小娟，看来我得出去找一下海丽。自己去太危险，我跟你去。嗯，朋友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他把无线电关掉了，你们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说去找他。我认为再等等吧。啊，是海丽，在布鲁姆斯森林里。海丽，你在那干什么？出大事了，小娟！出什么事了？波斯提现在一点电量也没了，被困在山中小屋了。我正在寻找有应急充电器的避难所，但是风力太大，实在无法找。海丽，信号中断了。海丽和波斯提的处境都很危险，现在马上去救援。是，小娟。小娟，找到海丽所处的位置了吗？虽然信号不明显，但肯定是海丽。我把位置传送给你。好的。好，离这里不远。小娟，大家回答我，再怎么喊都没用。海丽，Polly，海丽，你稍等，我马上下去。嗯，太好了，得救了，波利来了。你没事吧？嗯，除了不能起飞之外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。但是，两个人能一起上去吗？当然能，相信我。嗯，我们得赶快上去，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。抓紧我。好的。上去了。能行吗？Polly，没事的。嗯，别担心，重新试一次。快上去了。Polly，海丽，你还好吧？别担心我。你也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再用点力气，再试一次。加，Polly，再加把劲儿。你们都没事吧？罗伊，
得救了。渴了吧？没有更多的水让你们喝了，对不起。特瑞奇，你购买的种子到货了。哦，你来了，波斯提。我的天哪，庄稼全都枯了，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。再这样下去，估计我的庄稼今天就枯死了。特瑞奇，别哭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朋友们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，波斯提？我刚从特瑞奇的农场回来。你是说特瑞奇的庄稼快要干死了？这是千真万确的，我刚才听得很清楚，是波斯提说的。所以说现在特瑞奇他肯定已经是绝望极了。怎么能绝望呢？特瑞奇那么精心种植的庄稼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水啊。不能停，不能停。我的庄稼！紧急出动，紧急出动，特瑞奇的农场情况非常紧急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全部都要死掉了！不要太担心，特瑞奇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。罗伊，你先给庄稼浇水。好，我们先把水灌进蓄水池吧。怎么这么快水就没了？霍利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正在往里面灌最后一桶水。海莉，好了吗？都灌进去了。安巴，你去打开水泵。知道了。太奇怪了。朋友们，这边有问题。怎么了，安巴？水太少了，水泵无法启动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只有这么多水了。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就这样放弃。有没有能找到水的地方呢？连蓄水池都干了，周边也好像是没有什么水源的样子啊。我的庄稼，我的心血付诸东流了。特瑞奇，坚强些，水要是再多一些就好了。特瑞奇，我们开始了。等等我，这些熊孩子们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听波斯提说了特瑞奇的处境后，我们每个人提了一些水过来。特瑞奇这么急需用水，我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啊。没错，你们真是让我太感动了。太好了，这么多朋友都来帮忙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蓄水罐的水满了，特瑞奇，你打开水泵试试。哇！水出来了，终于出水了，太好了！这水喷的着实欢快呢。太好了！特瑞奇，快看呐，庄稼活过来了！
真的呢，我的庄稼活过来了。特瑞奇的庄稼活过来了。原来躲避朋友这么费劲儿呢。但是听说土酒坡的风景非常不错，今天晚上我就留在那儿过夜了。站在风景如此美妙的地方，这探险的勇气油然而生呢。但是想要实施明天的计划，我得早点睡觉。哎呀，今天可真够忙的，眼睛困得快睁不开了。哪来的大风刮得也太猛了，今晚你们可不能分开。好好好的突然刮这么大的风。瑞菩提好了吗？瑞菩提，特里，白龙阿姨，你们俩今天也早点回车库吧。好，不过也不知道坎普怎么样了，他说过今天要待在森林里的，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事儿告诉救援队？但是坎普再三叮嘱我们要帮他保守秘密的。没错，再说坎普不是野营专家吗？不会有事的。真的不会有事吗？你们见到我不高兴吗？朋友们，你好，阿姨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大家都担心坎普平安抵达了没有，所以现在都过来等着他呢。昨天晚上的风实在是太大了。其实我也担心坎普，所以过来看看。遇上昨天那种大风，很容易出事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刮这么大风，管你在海上还是山上都不安全。昨天乘船的坎普到现在都没来，怎么能让我们不担心呢？听瑞菩提说没有收到任何音讯，那就表明没到。什么？没有收到任何音讯？这是真的吗，瑞菩提？这个……我是实话实说呢，还是不说呢？当然实话实说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看来只有说实话了。哇，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土酒岩石跑哪儿去了？救命啊！朋友们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海莉？坎普好像遇到麻烦了。听百乐阿姨说，坎普昨天就到达小镇了，但是后来他去秃鹫坡露营去了。什么？必须马上去找坎普，说不定他已经陷入危险境地了。知道了，海莉，你先去森林那边寻找坎普吧，我们随后就到。知道了。谁能帮我停下来啊？坎普到底在哪儿啊？救命啊！坎普，坎普被困在野营拖车里了，现在正以很快的速度滑下山坡，啊，我根本无法靠近，请求支援。知道了，海莉，大家动作快点。海莉，我们已经到达秃鹫坡下面，报告一下坎普的位置。他马上就要到达你们待的地方了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就是现在。没事吧，坎普？朋友们，
5点再来接我们吧。知道了，那一会儿见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再见，苏库比。好，让我们现在开始森林旅行吧。好。树林的路不好走，还有凶恶的动物，也会有带毒的昆虫哦，要注意哦。好。姐姐，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要在沿途做一下记号，这样一来，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。哇，真厉害！哼，这只不过是救援队员的常识罢了。哦哈，安迪，你很懂吗？这没什么。哦。哦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蕨菜吗？蕨菜，叶子卷卷的，样子很可爱吧？这种植物在恐龙之前就有了。恐龙？啊，真是太神奇了！神奇吧，安迪？也就那么回事。好，那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呢？凤蝶。凤蝶？等等我。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？我们先去那里躲躲雨怎么样？好。这雨看来暂时不会停了，这样下去水涨上来就会把桥淹没了的。我看最好还是呼叫一下救援队吧。出故障了，姐姐，是不是刚才过河的时候摔坏的呀？啊，不是，别担心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吧，等雨停了再走。好。怎么突然下起阵雨了？小娟和孩子们没事吧？我觉得最好跟小娟联系一下吧。我呼叫一下她吧。小娟，小娟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小娟，没有应答。是不是小娟他们出什么事了？对呀，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联系不上了呢？感觉不妙啊，我们马上去树林里看看。知道了。小娟经过的地方肯定会留下记号的。找到了，在这边。好，走。这边。这附近就找不到记号了。哪里传来的声音？好像是从河对岸传来的。走吧。很棒，玛丽。小娟，我们来了。来了，我们在这儿。小娟，看
我记得事物真好笑，下次又会出现什么事物呢？我真的好期待哦！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哦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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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记得事物真好笑，下次又会出现什么事物呢？真的好期待哦！啦啦啦啦啦啦，好期待！什么？没有包裹？好奇怪，我明明带来了。该不会是失物掉在哪里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可是绝对不会失物的。那我的包裹去哪儿了呢？这个怎么办呢？要是今天拿不到设计图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继续施工了。难道等我一下啊。去哪儿了？我来救你。不可以，别过来。波斯提，对不起。笨蛋，叫你别过来的，我们俩都被卡住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先去现场查看一下状况。好的。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找到了！还好吗？波斯提！海莉，别担心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罗伊，我沿着悬崖下去，然后你把挂钩放下来。好的。啊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救命！罗伊，把挂钩放下来。哦，好的。好了，罗伊，拉上去，快！
得救了！轰隆隆咣！超级雷电发威吧！你们知道雷电长什么样子吗？我知道，雷电就是哐云层相撞产生的东西。我们车之间相撞，不也会撞到冒火星吗？不对，雷电是老天大发雷霆发出的呵斥声，他想吓唬做坏事的人。这两种说法都不对，天上的神仙打架就会产生雷电。雷电就是神仙使用长矛时轰隆隆咣，长矛击到盾牌上发出的声音。什么呢？胡说八道！谁胡说八道了？我说的是对的。对什么对呀？你又没有在近处见到过雷电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就去离雷电近的地方看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就来判断一下谁对谁错。你是说从近处看雷电怎么看？我们去银河树山坡，那里是我们小镇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在那儿就能看到。好。差不多到了，加油！我太冷了。雨也下得这么大。其实我也很冷。要不我们先进去，等着雷电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这里又冷又烫。再等一会儿吧，雨越下越大，应该很快就有雷电了。吓死我了！呀吼！神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，伙伴们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我其实很害怕。我也怕，我不出去。什么嘛，我们来都来了。那好，我自己先去看看，你们俩在这儿等着。真不明白有什么好怕的。我们马上过来帮你，海莉，你带陆迪去安全地带等一下。好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好。陆迪，快走吧。Polly， 雷电太强了，很难接近洞穴。看起来我得去山顶上把雷电吸引到我身上才可以。你们趁机把孩子们救出来。吸引雷电？难道你打算启用防御保护装置吗？那可不行，不知道防御保护装置可以坚持多久。但目前看来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没有时间犹豫了，得赶紧行动。朋友们，请相信我。知道了，小心点，Polly。防御保护装置启用。好，都交给我，来吧！雷电正在向玻璃聚集。快走吧，安巴。我好怕，我也怕。孩子们，我们来了，别担心，稍等一下。很危险，进去，别站在洞口。好的。快点，防御保护系统快支撑不下去了。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快出来，孩子们。好的。妈妈呀，跟我来。Polly，我们都很安全。知道了。
们现在也没联系我，他们该着急坏了吧？这些唠叨鬼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郭思提，快帮我！郭思提，郭思提，海丽！哦，怎么回事？昨晚邮件回去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小乔不见了。现在过河太危险了，去附近山中小屋躲避一下，等暴风刮过后再来吧。郭思提，怎么回事？我再也走不动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进去，这样下去会被大风卷走的。可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快没电了。郭思提，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个应急充电器来。你等着我，郭思提，我去去就来。拜托，赶紧回个信儿啊！小娟，还是没有海莉的消息吗？没有 ，Polly， 还是没有联系上她。风势变得越来越强了，小娟，看来我得出去找一下海莉。自己去太危险，我跟你去。朋友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她把无线电关掉了，你们知道她在哪里，就说去找她。我认为再等等吧。是海莉，在布鲁姆斯森林里。海莉，你在那干什么？出大事了，小娟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沃斯提现在一点电量也没了，被困在山中小屋了。我正在寻找有应急充电器的避难所，但是风力太大，实在无法找。海莉，信号中断了。海莉和波斯提的处境都很危险，现在马上去救援。是，小娟。小娟，找到海莉所处的位置了吗？虽然信号不明显，但肯定是海莉。我把位置传送给你。好的。好，离这里不远。小娟，大家回答我，再怎么喊都没用。海莉。Polly。海莉，你稍等，我马上下去。太好了，得救了，波利来了。你没事吧？除了不能起飞之外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。但是两个人能一起上去吗？当然能，相信我。我们得赶快上去，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，抓紧我。好的，上去了。能行吗？波利，没事的。别担心，重新试一次。快上去了。波利，海莉，你还好吧？别担心我。你也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再用点力气，再试一次。加，Polly， 再加把劲儿。你们都没事吧？罗伊，得救了。